来，下面这段时间，那个请咱中医大神哦，蔡其元先生来跟恁上课哈。来，这里，请进。各位同心，我第一个来讲几句话。第二个主题是要讲政府的管理，政府的管理。咱拢知影，马上第二个认定啦吼，马上会当处置天下，但是马上较无可能。人心嘛，人心嘛拢乌起来对啦吼，所以要治理一个国家，确实无简单。我是去年的新十月下旬啦，才经过咱的秘书长，啊，甲谢主席经过讨论了，邀请我起来接这个中医大师这个职。我甲讲提示，我提示啊，因为我唔敢。我感觉我能力足有限的，啊嘛足会，啊拢咧做残啊。林志兴甲讲，无可能够找别人啊啦，就是你尔尔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我是认为起来讲，我暂时啦吼，笨鸟先飞，我就。先从头前，但是将来若有较适当的人选，啊，我也是讲，也是讲，为了啊，咱若讲真正建一个台湾国，啊，我就爱来退休啊，我真爱去产业做人，我去产业做人袂做得忝，我规身躯乌嘛嘛，就啊倒落去阮海去，倒伫土顶，也是倒伫草顶，倒落去啊，就对啊，看天空的，这个云安尼飞来飞去，啊，听鸟仔声。足快乐啦！啊，你插个政治的人哦，就足复杂啦，足复杂。所以吼，我真希望我等66啊，虚岁啦吼，满64啊，上低话做到70，我也真勉强讲真需要，做到75，哎，莫，我就快去插个。这个阶段是，我讲我变做起来，我来接起来。哇！十一月初六的时候，咱来过会议的时候，那个电话蛮给我真紧张嘞。因为啥？来过顾问，个个拢是头面的啦，大家拢是真有才干的啦。啊，我做一个来过总理要讲的话啊，总是袂使凊彩讲讲的啊。我讲有几精神哦，想半工嘞，但是我讲袂使讲上久啊，至少10分钟、15分钟。你安尼20分钟、15分钟内底讲甲互人会感觉讲，要有一点仔臭油话的哦，就费苦心嘛，困袂去，也是真费苦心。啊，上严重毋是伫这里去讲伊10分钟、15分钟，是讲了要做的时，要安怎做啊？会头壳莫咧烧啊！我刷落去，我就甲讲做，咱过来要创啥？要创啥？我要求拢新的呢。新的领域，过去毋爱接受的，我是学经济啦，学经济，啊，之后我拢专攻财政，啊，有一场演讲，
李秀莲听到我演讲了，开会中间听我讲了，讲半点钟了，不能礼拜就随我去做财政局长。是这因缘，我才来桃园县县政府做财政局长，才担任过职务官。之前还讲，我恁遮所有人拢毋爱做过官，干那你做过尔，做过行政官。因为我讲陈老师伊主席，伊嘛做过遮大官，伊讲迄个官甲你这官无共款，迄个官是符合法律的，你迄个财政的，我财务财政的人啊，还是咱内底财政足少。啊，伊讲拍电话，阮的律师合理，啊，发结果会大家努力，但是要几天啊？我袂晓，你只会晓。我只会晓的时候，我就想法头想，要安怎来面对头先咱黄局长在下面迄句讲，面对台湾咱建国以后未来可能有的问题甲风险，即我想啊，头个无坏。哦，上面一个政府，政府组成咱头先看咱的。陈清龙就像讲的讲，伊组成有立法部门，有这个司法部门，中间这个行政部门，就包括这个事务官、政务官，啊，搁在咱的民意代表，就是参议员、众议员、参议会、众议会，这政府叫做政务，这个政务啊，可是做一个国务总理的时候，就是爱把这事务官的积积极性啊，哦。提悬起来，即个团队一定爱大家协同合作，啊，即个工作变成讲一个内部总理上重要工作。啊，若做得好，真顺利，迄拢无问题啦。啊，即中间有足侪风险，互你摆脱顺利。哦，即个循环内底，即个功能内底，参众议员无爱甲你，无爱甲你同意，你就麻烦啦。过来事务官甲你带动，啊，像啊，变个政府变形中间。事务官拢个带动啊，因为事务官拢啥，拢各种培养出来，拢经过高考出来，高考出来先，然后一步先，拢是伫这个国民党的体制内底，拢是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底，你甲伊合作伙，伊个挂钩，你就升起来，你升起来了，伊就真拽啊嘛，所以就是作威作福的先，你后边起来先，伊会接受啊。啊，变成讲民选出来时，伊并无迄个民主性，讲今个当选的民进党的总统，伊就是话爱遵照伊过去做些事官应该做的工作，伊就去带动，公文甲你拍无去，互你说服，安尼。所以哦，是安那啊，变政府我都做啊真顺利。当然，即个礼貌，即个经过，即个民进党执政中间，足侪伊本身的问题。啊，真是外口的问题，就讲各种即个事官你个低级，哦，啊，然后咱讲上严重的，伊就法度控制调查局啊，卖讲啊变法度控制调查局，就是你认为国民党的总统，伊嘛法度控制调查局，伊嘛法度掌握着政治单位呢，你认为有哪些爱讲大声话？啊，我对40年我该了解，爱讲。碰很大声的，啊！我是政治头的，伊讲我是情治头子啊。啊，实际上，到尾人家抱怨讲，人家官参讲，我个电话拢窃听录音，伊讲，我做总统，我个电话是用窃听甲录音。安尼是，你做政治头的政治鬼，啊，表示讲啥？伊像美国体制内，你只要你台湾人出来，哦，你就是无自由啦，你啥物讲话就都无自由。甚至做总统，你的电话就窃听甲录音啦。哎呀，啊，我的电话，我对美国回来都30天满，无一天无窃听，无一天无录音，我的皮囊在检查。你咱这就甲伊无共款，这若甲伊共款，拢无要紧。你做歹代志嘛，无要紧。
你要贪污腐败，要做啥歹代志，啥物抓几个，啥物啥物二奶、三奶、四奶拢无问题。啊，你若你甲伊无共款，你就爱清清平平，袂无爱在听讲听放。所以咱话是讲，阮土台湾人，只不伊用我们个体制，国民党个体制来，你要做伊个官，你就爱甲伊共款乌。你若无甲伊共款乌，你就是真歹升级升官了，对啦。你嘛无可能做政府官啦。所以咱话，当然我袂在伫只公开讲，也足济人。哦，我看林明江啦、胡创宽啦、何水蝶啦、哦郭玉琴啦，这些人伫国民党内底体制拢算个台湾人诶，较有成就诶啦吼。但是我看起来吼，拢是懦啦，拢是懦弱啦，懦弱拢互控制掉咧。伊拢一粒目睭光光，一粒目睭暗暗，啊，互你去乌白做吼。哦有的陪生意人，有的陪乌白母，查某乌白母啊，无聊是只要你听我的，你听我讲，你听国民党讲，听国民党安排，拢顺顺利利，食到老，食到死。啊，你这中间，然后要创些啥代志，违背我国民党主要的用心，我给你挖出来，给你做歹看，歹看的。所以，我所在1995年，伊就会有邀请。杨文刚讲：“杨刚兄，咱来合作，我来选明年的总统，啊，你来做副总统，啊，咱叫连战做行政院长，啊，我做四年了换你做，你做四年了换连战做，啊，拢台湾人来做先吼，有一天台湾就独立了。”杨刚讲：“这什么观念？我另外一个讲了吼，啊。”另外，我所知啊，就是内部消息，讲你认为做总统的时阵啊，胡创宽去甲拜访的时阵，或者考下去，领导，啊，不能多些。啊，话讲讲啊，讲啊，是说你唔得吼，是说你所吼，请总统笑纳安，啊，伊就走啊。啊，了是你认为从南区就走啊，才开平吼，要求。你讲啥？不能留。算是，不是你的，拢是黄金，一卡板黄金，一定会随把扛起来，扛起来，叫伊吃亏第一型，所以从此他就没有一定会关爱的颜色，一定会把伊剥下，把伊外边个把伊伊剥下来，另外面，把看做什么生意，把看做我身上钱的够。啊，代表啥？代表进入我迄个时代，进入我本身就一直在思维啊。哦，是安尼啊。所以的话，台湾的以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台湾的政治生活、政体，就是安尼的过去的，安尼不是道理，安尼是道理。所以哦，咱民政府若起来的时阵啊，咱要安怎来管理？咱要安怎来治理？这是太重要、太重要的代志。我是一种人想听也是啥？就是去年十一月以后，迄阵我接手的时候，我想听。你告诉咱民政府接手伊，民政府来接政权来，这样就好难哦。会安分守己，你来讲起来。你若不安分守己，变作，假使美国的军事政府，然后伊军人无够济，无多压制的时阵啊，那是种麻烦。所以，咱要接这个政权的以前，咱是按处理工作的。咱处理工作是国民兵对啦，咱爱国民兵，要防止这个中国人在这个所在救中国的力量，在这个所在为做后盾，在这个所在大家作伙，咱这点是爱提防，这是重要。第二点，严重性就是啥？假使讲咱若有一天咱讲要。接这个政权的时候，这中国人一定是资金外逃啦，资金外逃，这英文叫做 capital flight。这 capital flight 的时候，资金是逃走的。这逃走的时候呢，这无限量的时候哦，已经就要崩盘，这是一定要防止的。哦，所以这事情咱要想变，啊想变，这危机才有可能发生的代志。
咱拢想清楚，各部门、各单位拢爱做做一下伊相关的业务，有发生有可能发生假问题无，一定要去防止。哦，啊，首先咱个政策是好势，办法要提出来。哦，爱外汇管制，限制汇出，以什么时阵以后，某一个时点以后，限迄个汇出这个外汇的时阵哦，限量，就是将来。以为讲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要回台湾人，同美国去订中国可以，你要离开台湾可以，你去美国也好，去日本也好，去澳洲也好，去欧洲也好，订中国也好，你会当提出的钱是有限，是爱限制的，对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限制吼，咱唔知量爱偌济啊，啊，将来是你两家美国方面去讨论，因为啥？咱的经济一定爱继续会稳定会，哦。我听讲讲，越南换了无蒋介石的迄个军队占领六个月，占领六个月，伊就要甲赶走越南的人民，伊就要赶走对国际人民靠概念的讲，你做啥？啊，你所有你要爱的人拢赶你走，安尼，咱嘛爱下这决心，哦，你做啥？但你会当提的物件，你做不啥？这个限制以来，你要会当提话题，你做提的啥？卖甲各家办比赛。是啊，咱也这样发现，啊，所以咱来初初接这个政府的时，接这个政府的时呢，咱有一段日子是非常紧张啦。哦，每一个就会中中央甲州长者吼，中央者来去迄个官员啊，甲州长吼，是非常的紧张，甲非常的小心。这点是咱一开始爱安尼做，但是咱也是当稳定半年甲一年来咧稳定。咱就做加载，哦，上好是半年内底当稳定落来，局面控制落来，安尼是咱属于类将来发展是无可限量，哦，因为咱大家拢上面，咱是一个这个混血民族吼，爱是人拢较聪明，爱是咱过去拢食足个苦，所以大家拢拼拍拼，唔惊艰苦，啊，伫这环境之下，咱天然环境足好，咱来当讲吼，大家。协同哦，要迄个协同合作哦，全部的国民即共识，啊，大家努力来拍拼是，我相信台湾未来是非常光明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种概念是咱将来政府的管理要安怎吼，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所以我头先讲政府管理就是只公务员、政务官，甲这个民意代表者吼，即咱爱按咱制定办法，哦，完整的办法，未制定完成的时，咱就用美国的经验来哦来甲咱。来给咱使用安尼吼，来给咱做参考。啊，所以上面有两个问题，爱做真强烈管理，就是人事管理、人事管理有啥简单的？我来看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刘邦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吼，伊这人事管理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在进步。哎，进步的过程不是讲为咱台湾进步，是为伊控制的进步，为伊控制的进步。伊要任用一个政府官，一定是科学再科学。甚至讲有即核心的人士，伫种叫做时代，你家己提供意见，做判断，吼、哦，爱是，若无意见的行动，会拢会通过啊。啊，若遐种叫做身躯边者，叫做顾问性者，工作啦，伊拢有去表示意见，那是讲要用一个台湾人，我举一个来讲，你认为上要好的。学者叫做刘国秀，台湾大学教授。刘国秀基本读在经济研究所，甲台湾大学迄个时代，迄几十年内底是阮认为讲上优秀的教授啦。哦，上优秀就讲学问上霸的教授啦，是有甲理论拢足撇足通的啦。你认为起来做新主席是，想要用伊做财政肯定嘛发表，哎，只有刘国荣无变，肯定无拢无变。所以，在恁下底路做不成啊。后来，等你认为做总统的时候，你认为一直要叫伊做财政部长啊。一直伫中央开会时，再三有一个暗示，讲伊要刘国秀做财政部长，嘛无。啊，然后伊转去做交通银行的董事长。伫交通银行董事长以后，伊本来是。就政府个时代是一年的董事长，后来去做中央的董事长，
哦，啊，伊现在随便进行是中央银行的副总裁，哦，副总裁。啊，因为迄个比如自由化的这个问题啊，甲这个甲这个只要做会，甲总裁一点无下，迄个总裁在叫啥物？迄个要做个行政院长来。哦，就叫我必要的一个话一点多。哦，啊，是啊，是迄个时阵，1980年的时阵哦，1980年年初的时候，全世界拢在提自由化，所以你国际的水平是无唔到啦。那一个话对意见，哦，对这里迄个认为足悬啦，有迄个戒心就对啦，无赞成的时候，伊嘛像外国讲啊，这人如果在做副总裁，无通调出，怎啊调伊意见？调研再过转中研，中研再去调台湾银行，那个时阵，中研的心理领导想要叫伊来做，迄个财政部部长，无成了，去高研做董事长，啊，然后到尾也是，甲伊身体已经败去啊，哦，甲1994年的时候，伊身体已经开始败去啊，啊，就是职场来，再怎啊？叫去做中央银行总裁，伊中央做高部委尔，贵姓啊？哦，因为因只部会首长要任命的时候，爱通过国民党的党中央的，或者啥物中常委、中常委的通过啊。人小组。嘿，啊嘛有无人小组嘛关的。啊！你若提名时，就有人反对，伊个话反对啦，无就啥物人，李伯廷反对安尼。啊，结果伊拢往来往去拢无无成。但到最后，你等于靠团靠真强烈要求是，伊只接中央银行总裁，我高部委就是。即个你足侪来哦，那是讲黄大州要接台北市市长的时阵，官派的嘛，迄阵是代理啊。你就会一直要叫伊接台北市市长先啦。第一遍签起来公文，蒋介石签来公文是关中啦。你另外提出伊讲，你想看看啥物个适当人才无？我都过偌久，公文过来啊，第二遍。尽管是蒋介石签的公文，你也是关中啦。你另外讲，我想看顶下你讲普通啊，你个想法个，我另想法最好还是公文。后来第三届过来关中。你要听住，你就要趴倒啦。周志成甲我讲，你要趴倒，啊，全台湾拢无人才，干你观众才是人才秀。有理。全台湾拢无人才，干你观众才是人才秀。大家有福，你家有福，想看卖？第四届才是黄大州啦。讲你认为哦，干你这边发脾气尔？其他用人，你像用林国秋，甲拖，甲都破病都要死啊！才会做中央总裁高高位就死啊！这是咱哦，观探讲哦，伫国民党这体制底下，人才是我都出头，奴才伫出来赢赢杯啦，哦！但是望将来民政府是安尼，对啊，人才出头，不管伊学历安怎，只要伊见解是正确的，伊主流是好的。对台湾是好的，咱拢爱来重视啦。哦，这人事管理爱足重要。我讲人事管理一套规套的是伫中华民国时代，即国民党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时代伫蒋介石、蒋介石迄个时阵啊，会使讲拢完全按照伊所需要来行。当然有改进，但改进是要来控制台湾，要来控制各部门啦，要来控制党政军特，即个各部门、行政单位各部门。哦，教育系统啦，那个教育系统搞下讲，台湾今日才落寞，台湾今日才寡多进步，才保守，教育坏。伊私下人家训练出来拢比赛，大部分拢安尼。你若只要来，你私下人家出来，你做老师，若较有观念的，寡多生啦。啊，无就我就真甲你改来改去，好哩，寡多顺利做你爱要做的工课啦。啊，所以每一个老师，我国中、国小老师退休了。但大家拢无法度做啊，对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若想看讲这款的人事管理吼、哦，是因应伊统治台湾、控制台湾、控制咱这台湾百姓的方便安尼尔。咱希望这拢个改进，吼、哦，咱就爱
考试不是考迄款用背的，哦，我出过题目，出过高考的题目，哦，出两届。第一遍的时候，我出一个题目足歪，200个考生，超过10%了解答。哦，迄阵都有考面，哦，都升入新银行16间，讲新银行16间出来了，哦，货币工具有啊，现金哦，伫这个社会流通的现金的流通量哦，会增加还是不变还是减少？啊，但这个地方啊是安怎？理由是对，会增加的理由是安怎？不变的是安怎？减少安怎？理由爱写，单单安尼一个地方。200个才是两个了解啦，就是拢用背啦，大家拢考生拢用背足济，但这歪问题伊就袂晓，伊就袂晓。所以吼，高考出来拢全通，唔是上好的人才啦。实在有影，你看法官还是律师考到的吼，嘛拢背法条出来啦。你对法理学拢无深入了解，无深入研究啦。而且重点就是讲，伊这是一个独裁集团，你控制这个社会，控制这个台湾百姓的感情。啊，咱一定要改变这个。教学教学爱活的，小学开始就要去看伊这个所在，假设讲这个，假设一个乡镇内底有啥物特殊的物件，爱去了解。啊，中学是爱去看这个官，啥物程度。个大学是爱看全台湾、全国的情形，但这条，哦，这个教学爱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我记得咱小的时候，咱50年前啊，拢去关注，哦，各钟头拢去行行嘞，老师拢传去行去关注，有一本时代迄精神来，迄种阵老师吼，靠一本时代精神哦。我去看咱附近，咱这个砖头、砖尾遮吼，古迹啦，有诶，我甲你解说讲，哦，即过去有啥物人创咧啥物代志，即是外啦，即甲咱生活空间才有关系嘛。啊，你讲读过几足侪，哇，中国大陆啥物对省诶，啥物细节所在生产啥物件，你够好？啊，拢无关系啊，啊，拢甲你骗，啊，大家为考试一直背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脑筋拢死去啊。讲阿扁就是这个教育出来，伊无家己反省。我吼从来对教科书我拢无啥认真看，哦，我拢看足侪有诶无诶册。啊，只教科书诶物件，我干稍微看一下，啊，就用联想诶考试时联想回答，保障啊考证甚至无机会拢无要紧啦。另外考证一定爱考好安尼尔。尤其是关于咱已经做侪做足大诶改变啦吼，考试诶内容咱嘛爱改变，爱活诶毋是用死诶。过来就是钱诶管理，吼、哦，政府诶管理是。人的管理甲钱的管理，这钱的管理吼、哦，就是讲你安怎来，钱要安怎来，政府的钱要安怎收入，啊，要安怎开出，吼、哦。其实咱昨迄个林志兴有甲咱讲讲，后摆咱就吼，啊，咱分数伊咧做，伊考啊多啦。伊讲笑亏，讲啊，当做日本做个苏联做个中国，那是笑亏，重点是做美国安尼，哦，啊，做美国的时，咱就。足侪租金含收入嘛，吼、哦，增加咱的税收，增加咱迄个国库的收入嘛。啊，但税方面，咱一定要简化、甲公平吼。吼、哦，咱陈首长、陈清龙先生，伊一再有讲来讲，咱这税制爱改革。我研究税，我等于研究税对台湾的税制有足侪意见，我也写足侪文章吼、哦，来批评啦，批评这个政府体制目前这个政府体制内底税制是的啦，上严重就是这个土地税、房屋税这个物件上不合理。这土地征纳税吼，但是咱若三代吼，卖讲两代啦，阿公老老爸，老爸佮老囝，阿公佮老爸差有偌久死的时吼，到差十冬死的时吼，可能你这个土地拢佫征回去啦，哦，就是讲。但是这块土地是阿公已经有40担啦，有40担，还40、50担啊。爱心对一边是100块的，即摆一边已经10000块，哦，要求涨100倍，你知无？涨100倍的时哦，按照即摆是40%，过去60%，过较早80%，过较早100%啦。你100倍的时，
九千九百九十，九千九百，拢百分之百爱缴哦。政府呢，必是一百八千的先啦。啊，若是六十八千的先是九千九百的先六十八千，都六千块爱缴税呢。啊，这就是查政府。哦，即个讲陪老爸啦，啊，老爸讲，假使讲阿公都九十岁死，啊，即陪老爸，登记陪老爸，我缴一届税缴六千块。即个老爸哦，迄阵只六十岁，但是伊哦身体较无啊，哦，过十冬哦死去啊，你知无？啊死去时候，你去缴一届税，我告诉讲，迄阵一万块变做三万块啦，啊三万块缴一万块的时，你着用两倍嘛，两倍两百八千的时哦，都五十八千的税啊，五十八千税进两万来，你要缴一万税啦，啊你想看嘛？啊你比总共甲按头到尾都比三万。啊，都一届交六千，六千，过一届交一万，一万，交万，那就交一半去。啊，你啊，不然讲这个囝要无话过世，过孙话夭寿啊，那都是规天好日拢无去啊，拢去，拢无了了。三遍都无去啊，三遍都无去啊，我来讲写三遍拢无了。根本都无钱啊，纳税啊，变成只有一土地啊，所以变成三下人有哪三下？啊，但是呢，这都有啥好处？这都给咱的这个，因为伊这个土地征纳税足悬嘛，啊你迄个地价税足低嘛，地价税吼，我的计算是伫咱全台内底台北市是上少，一万块扣一块了吼，啊若台湾省、台湾国全台湾来讲起来吼，是一百块扣一块啦，都一万块啊扣一百块，台北市是一万块扣一块。全台湾是一万块扣一块，你想看这差偌济？啊，所以对台北市来讲吼，伊办起来一气，起来一气，你甲坑咧拢卖咧，迄持有税吼只有等于零啦。但你啊咧是百分之六十、百分之四十的税金啦。哦，政策部分咧百分之六、百分之四十的税金嘛，所以大家嘛唔卖啊，啊唔卖先，但是。因为都市化管理，大家拢需要台北个土地、台北个房地产，所以大家拢去买，啊，大家去买就抢，继续一直管。所以你看，这三十年以来，台北房地产是起起稍微落一下，稍微平，大家想落个，这如果起起，我稍微落一下，一步不一步一管理，我感觉足惊人。我做三十年前买一间厝，无挂线买一间厝，即摆你卖车两千五百，这是间公寓尔。我是从一楼的，哦，啊，头前有遮两公顷的，讲啊，就是中央研究，哦，迄阵才两百来米讲，即摆吼上少啦，两千块一定袂出去。我讲做啥？我无遐改钱，无遐改量，啊，搬落去啊，有大项无啊，拢无，人讲啊，装潢我嘛无装潢啊，拢保持原来的状态，安尼，其他。十倍，你想看这款的，不是我搞，是制度的问题。制度的意思，因素啊，我了解这个制度，所以我这足够合格的制度有哪有好些人哪来哪好些，有钱人哪来哪有钱，因为办生意起一起嘛。所以咱将来情况爱做足大的改变，所以税收的问题咱爱足大的改变。啊，另外就讲咱讲所得税内底啦，分高免税这吼，长期以来是足合格的，大家拢知啦。就安尼讲，税收是一个。哦，是公平的问题啦，吼。过来，支出也是非常不公平。支出迄预算咧编列的时阵吼，拢真侪标明真侪暗卡伫各单位，哦，暗卡做种是补助，选择性、选择性，哦。假使讲咱对农民的补助是透过农会，叫农会讲啊，收耕就甲你补助对无？我去农会来讲，无啥啦。我吼，我家吼，拢无咧建筑吼，已经二三十，我去美国读资料都拢无咧建筑，我是袂当申请休耕补助。钱拢发出安尼，逐年拢迄个固定量，拢遐人咧接受这个休耕啊休耕的迄个补助咧，你可能要申请很困。你想看？因为我头下带无共款，伊是拢共同个调下。啊，咱毋是啊！哦，我顶下装卡，大家知影我是零个啊。所以吼、哦，我要去农会，就是农会
伊总干事是我足熟悉来讲，伊讲可能有困难，因为伊拢已经每一个农户拢固定个啊，啊，逐个拢配合是好势个，所以伊才去查着困难。哎嘛，袂当讲做啊，有啥物哦？有啥物原因？还是讲有啥物留下过来当查？啊，我想想，我才三分地啊，算啦。哦，三分地嘛，无话就先算了，我就无去要类似安尼。就是讲要给你补助嘛，是选择性的，看你是哪样还是哪样，看你是国民党支持还是国民党反对者。你是国民党反对者，你大项拢无啦。哦，你讲像我这个农业进口来讲啦，我要去借这个第二期的迄个贷款嘛是有困难。哦，伊内底足是限制，哦，足是限制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款嘞吼，就是伫补助方面了。我知影讲，各县市的农业局拢有对农民做补助，迄、那个补助真侪拢是关系吼，关系补助金啊，就拢有个人的因素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目前的政府各单位吼，不管中央啊地方吼，一边预算的时吼，拢贫富啦，有扶贫的现象吼，特别是地方政府吼，我所了解。我来去做这个建设，才讲有要求，即个对正向导来做。哦，讲吼，100块开出去，差不多是上低是40块落实啦，80块提分。哦，我哩已经完成了呢。有一个乡亲来讲，我说哪有遐济？我讲那100、1000万的工程吼，我弄车开300万。我讲喂，啊你唔是遐水来，你拢写讲你的流失去爬山。因为我若真正叫去爬山去趁钱哦，我就倒去啊！我想怎？侬啊，都是单票偌济啦，都是单票偌济，都是单票偌济。油啊，买贵啦，肝啊，买贵啦吼。啊，相关者啥物检测单位啦吼，一调单位啦，调单局啦，拢爱送礼啦，送礼。拢安尼，啊，就是议员，咱阮最近有看阮议员迄个工程款，议员的工程款是足惊人个啊！因为台北县已经1000多万了嘛，哦，我迄阵我做决定的时候，投款是800万，即我写1000万的款，800万的预算吼，伊即我摕了800万，又不是讲800万怎样开出，因为有一个有人甲我讲来讲吼，有一个预算摕了800万了，伊去包一个学校复修，这学校所以有传统伊要做啊，啊叫包起来了，哦。爱去找一个油漆商，叫伊来甲油漆100万，啊报是报800万，所以700万全分落去咧。所以议员的待遇吼已经真悬了吼，伊阁剩这款的。即摆人讲，伫议会内底，你若讲这个钱歪开，迄钱歪开的时，吼，伊就甲你骂，啊骂就讲我是5000万开5000万算出来，你有法讲几句煞袂使是，安尼呢，吼，所以就讲吼。这个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是足普遍，不是干我台湾啦，我整个台湾拢安尼啦。我安尼去了解走来走去，去看各所在的建设吼，拢是乱开，所以才有这个文史馆。啊，为的建设不是要为了讲民众的需要，是为了议员，还是讲县长，还是市长，伊的乡下卡，还是伊的亲戚啊，有迄需要，所以你拟一个计划，真开水啊。啊，钱开出去，有钱无钱才过来想办法去面顶讨补助啦，讨迄个通牒配合看啦，吼、哦，啊来甲压出去，甲压出去就好啊，甲开出去就是啊。目标是要开钱，伊是目的，毋是要为服务人民，为咱人民需要。所以即款呢，将来咱的即、這个咱民政府来处理政款的时候，即、這个政府的开销，咱一定爱足严格，吼、哦。每一个抗战拢要按照规定，而且咱要做一个大建设、工程建设的时候，一定要做真详细的评估啦。那评估就是评估的话，就是阮台财政有一个一种的讲成本甲效益的分析啦。所以咱那边的时候，咱的那个长吼张文干吼，当面以上又来讲这个成本的，成本的观念的问题。所以就是讲。咱要做任何一个建设的时候，咱来考虑迄个成本啊，较好诶。你做了有啥物好处？咱像我台北港，
台北港开两三百，即摆发挥功能无？完全无啦，完全无啦。台北港的腹地是足小，你看吼，这边是八里的迄个所在吼，伊土地无够宽嘛，所以对海边去做的时吼，开足侪钱去做城乡作业，哎，交通较方便，伊只要在设立官道、官道大大桥的时，才就在这里官道，啊，就在这里北道，啊，再就在台北。啊，然后这边头，伊可能有一条路，吼、哦，不再斜对，即摆有啦，即新起的一个高架桥吼，会当一条通咱的台北市，啊台北县啦吼。啊，古早是一条内底路是往罗州甲三零五行，过来就是海边，迄西边那条路往桃园行。啊，伊的关山这么些所在，关山范围遮大，所以台北港的这个腹地伤过小，伊。你当作是讲哦，要分摊宜兰港的这个的负担啦。哦，你当作宜兰港哦，进出足频繁的啦，哦，啊是真方便，所以对这个淡水港做不成，啊，才创建台北港。实际上哦，台北港发生会产生台北港，完全是为了要为一寡伫淡水港做不成，而做土地投机的台北人，你家己啊，迄土地投机的损失尔啦，你减轻你的损失尔啦。哦，有无？大家来甲想看卖，可能较少来较知。伫1972年的时候，讲要做十项的建设，啊，十项建设内底，搭一个大龙港，哦，搭一个大龙港位。啊，本来就是讲，哎、欸，要做淡水设港，还是要大龙设港有这个问题，最后裁决讲要做大龙港嘛。啊，所以足侪人淡水，台北人足侪淡水边土地、投资土地了吼，所以拢百分的了大钱。我就是有嘛，甲人斗一下，哦，到尾嘛是了事，哦，啊，所以，遐人是讲，咦，那是当伫八里设港的时候，无伫当地伫八里设港的时候，将来拍一个桥，通八里甲淡水的时候，淡水人会生来较好安尼，啊，所以年前做房屋部长的时候，就开始规划这个台北港，哦，当然有迄种啊咧规划高铁，哦，不管讲。这个连在来想，不管安怎，就讲以这个台北港做了了，甲真完全无法有伊的效益，这就是咯。而且是绝对的咯。咱若刚刚讲，看到讲，彼种人到桃园外海做一个海港，那就无同款。桃园有足侪条件，咱有机会，大家有机会去看。对南口一直行一空白的路，一直到西滨。哦，只比较迄个，安尼罗德乡的海边遐，哦，就已经只比较八里小巷这个所在，一直往南行是，桃园的海岸是真开阔，当然伊是沙岸，沙岸吼，啊，但是现代化的这个海港，唔免到沿岸设港，会当推出一百公尺、200公尺的身哦，做浮桥，足大个浮桥，啊，伫迄边设港，哎。啊，桃园湾这个条件，设一个外海，这个近海的一个海港。啊，若安尼先，桃园的设港比台北港较优秀，因为伊诶，桃园甲新竹这个足侪高级工业，高科技的工业，高科技的工业，吼、哦，用小气嘛足侪。啊，然后通甲台中啦，吼、哦，足方便。吼、哦，啊伊这个腹地较阔，腹地较阔，台北港就完全我都甲桃园港。你从阵来，咱看会很讲，台北港甲设桃园啊，完全无同款，你两摆个效益就甲发挥啊，哦，所以即款就是这个开支吼，这方面哦，一定爱看准。另外就讲高铁来讲，高铁伊，咱个铁路电气化，迄个时阵哦，咱就已经足注重讲爱创高铁。有一个铁路局个工程师，伊就写一个研究报告讲。那伫西滨哦，对八里设一个西滨的时阵哦，做较高雄的高铁哦，做一个高铁哦，才一百亿。啊，但迄阵讲铁路电气化要五十亿做起来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我迄阵伫行政院艺术计处咧做一个这个高级电的研究员，啊，专门做这个十项建设的这个。这个财务规划，我迄种是负责这个财务规划。
所以我就看到这个铁路局的这个工程师的主张，我就主张，我是行政院，我就主张讲，应该铁路电气化较慢的，啊来创一个高铁了，咱才看这边发展安怎，再来做改进啊嘞。但是我主管来讲，这五十年都提不出来，要差一百，吼、哦，啊事后证明，结果是定案的时候，铁路电气化是一百十亿定案，做改了是还两百五十亿。啊，做了无久时，林郑就做交通部长，就讲要规划高铁啊，你是看，这表示讲完全是一个失败的对。哦，啊，讲高铁来讲，迄当时国民党内底中常委有一个我袂记的名，讲日本的技术来评估讲西滨若做高铁的时，还是讲西滨较内底甲做高铁一千亿会当做。以外力来做这个高铁，一千亿，国民党就是无做，也做，再拖到尾变四千块的，啊四千块的是，搁再 BOT 政府搁借钱，搁来挂保险，四千块拢啊保险，即摆以前做无在做的是，即摆接收起来，增加四千块的负担，所以你发现国民党偌乱，偌拉面，偌崩汤啊！啊，你看看即摆这高速公路啦，用无偌久连要这边交接啊，你看。足歹看的嘛，这就是这些的遗迹，拢是失败的。我第一遍入去高登来时，看到高速公路创好的时候，我想我迄当阵咧规划在古的时候，我想高速公路创起来足赞的呢。我坐迄个国光会的时候，就甲迄个高速公路出行，我来练目屎。讲这完全失败的嘛，那你讲这四线路，应该这人这台北市的人口这年啊比吼。一平方公里是一万人，是全世界上周围的啦。哦，纽约嘛无遐周围，伊离开纽约是十线，入去十线。安尼呢？滨海公路是十线对十线呢。赛一公，赛一点钟以后才开始缩到四线呢。安尼呢？滨海公路。啊，那是哪里讲？咱这里考察团去到美国拢无去仔细看。我听讲啦吼，这是笑话啦。考水的，哦。率团去美国访问，就是因为要考察咱高速公路建设。但伊遐美国落飞机的时候，就问台湾同胞，问台湾人起来迎接，就讲叫查某摊开。我不停聊的，聊好久吼，都去的时候，人家讲哦，要是要，我当话拢做话啦。咁考试人家只讲落飞机，到问讲都叫查某摊开，跟台湾人讲。啊，你看这款人，这台湾人这天也无计啦。这两部会做国中大官吼，所以吼、哦，这种乱到这个程度，所以咱政府建设拢是失败。哦，你看台南甲台北，这个费用这样密切的时，人口这么济的时阵，你用四线路尔，你应该是本来就爱八线路甲十线路，一直通甲通贵通通，而且八线路、十线路才有够用。啊，即摆就用这个办法，用高架，用边个高架，太过乱去。所以你，咱将来拢爱做来检讨讲，咱一旦是咱家台湾人民，该来管理咱台湾的时，咱不爱有迄款的贪污文化的时，咱的台湾一定是进入光明的未来啦。所以，咱大家来期待，共同来期待，大家来拍拼，共同来拍拼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即摆吼，咱所以咱将来新政府官一定装满的。我有算过，估计咱上少爱差不多800个政府官，哦，中央甲地方啊800个政府官。啊，属官咱一定爱改，吼，吼，摆拢甲好掉啦，吼，摆拢好掉，只要有迄个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咱财产来源不明罪，伊甲国民党无共款。哎，讲哎，我姐讲哦，你的存款内底有100万呢，你要甲解释，一百万是安怎来的？哦，类似安尼啊。啊，伊若合理的解释，啊，佫有证明 ，OK， 是保险人因为死亡有100万，你话变，来亲情嘛吼。啊，若是因为迄、那个咱的这个行政业务来往的时候，有人送红包的，啊，无请伊离开，啊，遣散掉，遣送费无扣有金安尼。对
正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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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就吼，所谓对，但是一开始都开始袂使，咱就是当接了稳定了，咱才开始洗碗洗碗，新进的拢爱考咱的法律论述，吼、哦，爱有伊的看法，咱咧考的是不是要用背，是要用话语才来考，大家拢爱过经费考试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共同来期待啦，啊，大家要有这个共识啊，咧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林俊，哦，经理，谢谢，好，那刚才，那发动。